第十九课，生活的味道。一，听力。第一部分。第一到五题，判断对错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，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。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一，别以为做错了事道个歉，说句对不起就行了，因为得到别人的原谅很容易，但要重新让别人再相信你却很难。想重新让人相信很难。二，你好，我想理个发，稍微短一点就可以，一会儿我还有些事要办，所以麻烦你快一点。他在理发店。三，我想租一个交通方便的房子，离地铁站近点儿，但是周围环境不能太吵，房租最好也别太贵，当然如果房东比较友好那就更好了。他想租个大房子。四，音乐不仅是一门艺术，也是一种语言。人们对音乐的喜爱与国籍无关。通过音乐，不同国家的人可以交流感情，增进了解。人们可以通过音乐交流感情。五，他虽然不是在这儿出生的，但却是在这儿长大的。他三岁跟父亲母亲一起来到这儿，就再也没离开过，因此他对这个地方感情很深。他刚来这儿不久。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二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例如，该加油了，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六，你乒乓球打得真不错，有时间能教教我吗？没问题，我每周六都会来体育馆，到时候你来找我就行了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七，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？我刚才叫你两次你都没听到。我去打印几份材料，一会儿上课讨论的时候要用。女的为什么很着急？
八。打了一下午羽毛球，肚子有点饿了，真香。今天吃什么？你鼻子真好，今晚我们吃饺子。再等一会儿，饭马上就好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九，开一下窗户吧，热得我都有点受不了了。是你穿的太多了，把外面那件衣服脱了吧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，你看见我的手表没有？我印象里上车的时候还带着呢。那看看在不在你包里，不会丢在出租车上了吧？女的在找什么？十一，孙小姐，表格我做好了，您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刚才忘和你说了，还要再加上一列性别。女的要求怎么做？十二，厨房里的这个灯太小了，抽时间换一个大点儿、亮点儿的吧。以前不觉得，你现在一说，我也觉得确实挺小的。我今天下班去超市买一个。他们觉得厨房的灯怎么样？第三部分，第十三到二十二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例如，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三点吗？改了，三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。602会议室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十三，请把姓名、年龄、性别、联系方式等信息填在这张表上。好的，是在一楼打针吗？对，一楼，第二个房间就是打针室，到时候表交给护士就行了。好的，谢谢你。男的最可能在哪儿？十四，您好，我要两张电影票，8:20那场。好的，您选一下座位吧，电脑上这些蓝色的都可以选。我要中间的，第10排，9号和10号。好的，先生，一共120元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
15。你想租什么样的房子？最好是离公司近一点儿，周围要安静，当然也不能太贵了。咱公司附近是购物中心，估计没有太便宜的房子。如果交通方便，稍微远一点儿，我也可以考虑。女的想找什么样的房子？16。请问，附近哪儿可以复印？图书馆1楼东边有几台自助复印机。图书馆那儿人太多，总是排队。还有其他地方吗？那你要去学校外面了，南门对面有个小商店，那儿也可以复印。根据对话，男的最可能去哪儿？17。小心，您慢点儿，我跟您一起搬吧。没关系，这个小沙发我自己搬得动。您这是要把它搬出来放哪儿啊？就这儿，再往左边一点就好了。女的在搬什么？18。你学得可真快。我小时候学过2年的舞蹈，有点基础。原来是这样啊。那你帮我看看我的动作对不对？总的来说，你跳的也不错，不过胳膊再抬高点就更标准了。女的为什么学得快？19-2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邓亚萍是中国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，也是获得世界乒乓球比赛第一次数最多的女运动员。她身高只有1.55米，看上去好像不是打乒乓球的材料，但她通过自己的努力，13岁就获得全国第一，15岁获得亚洲第一，第二年又成为世界第一。改变了人们认为高个子才适合打乒乓球的看法。19。关于邓亚萍可以知道什么？20。邓亚萍什么时候获得亚洲第一？21-22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今天早上在上班路上，我看见同事小月走在前面不远处，就想跟她打个招呼。于是我一边快走，一边叫她的名字，可她一直没回头。我只好加快速度向她跑了过去。等到了她身边，才发现原来我认错人了。21。说话人一开始想和谁打招呼？22。说话人怎么了？